人丑一米五九，樱花美主月月出头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小美呀。正月里来是喜年儿啊，春头一年儿啊。首先呢，祝穿着红秋裤红袜子的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年大吉，平安喜乐，万事顺遂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阖家欢乐。在辞旧迎新的今天，小美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年味十足的短片动画《中国唱诗班》。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年都是怎么过的呢？在新年的时候，各家各户的门口都会贴上大红对联和福字，还要挂上大红灯笼。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人们开启了红红火火的一年。亲戚们都凑到一起，最开心的事就是子孙满堂，一群熊孩子在院子里玩耍，争着抢着要去找好吃的。长辈们用丰富的水果吃食前行供奉上灶王爷，连灶王爷都笑眯了眼。熊孩子正想偷个灶王爷的桃子，就被大人发现了。大人教育他们，物非义不可取，知错能改，就每人奖励他们一把长生果。街上总是热热闹闹，大家互相恭贺新年，糖葫芦小贩吆喝声大老远就能吸引一街的孩子。孩子们看着糖画，瞧着吹糖人，一边欣喜一边眼馋。还有各式各样的花灯，大公鸡的、小老虎的，都是孩子们的最爱。到了晚上，漫天的烟火都能点亮半边天，流光溢彩，让人争相观看。街上张灯结彩，人潮涌动，大家都出去逛灯会，看舞龙舞狮。而河边总是聚集着许多人，放上孔明灯，写上愿望，为新的一年祈福。旧的一年在热热闹闹中结束，无论好的不好的，都在新的一年开始欢乐的新篇。这就是过年的意义。其实在现在来说，我们的年味已经不是很重了，很多人还会在门前贴上对联福字，但是高楼大厦中也没人会在门口挂上个大红灯笼，烟花炮竹更是命令禁止，毕竟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嘛。大年夜的晚上，街上很少有人，大家都各自过着年，有的能团圆，有的回不来，似乎人情味也淡薄了起来。年会只有在十五的时候某些地方才会举办，年关将近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过年的气氛。值得说的是，在科技进步的今天，我们也多了其他的习俗，比如跟家人一起看春晚，大年夜一起包饺子，或者全家一起去看一场贺岁电影，拜访亲戚送贺礼，或者全家出去旅个游。无论怎么说，这么多年来我们过年就是希望家人团圆，期待着新年新气象。我是你的小美呀，希望大家每年过年时，你爱的和爱你的人都在身边，健康幸福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帆风顺，两全其美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猪年大吉，2019新年快乐，咱们明天见，爱你们哟。